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有些会遇到这个问题。我们刚刚示范一下，是说这个门是往内开或者怎么样，往外开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有没有？但是以比如说以这个来讲，我们现在这样是门是怎么开？从这边这样开过去嘛？但是我把被位置变开过来了，左右的用旋转没有用啊，旋转就开转到外面来了，所以你就抖抖两下。请把它勾进向，有看到了哈？进向，啊，你有亏点往这边不？这样会的哈，就是我一样是往内开，可是我现在是变成这个门是这样开过来了，所以还原在这里，使用前、使用后，哎，看得比较清楚嘛。所以你看，有同学就会问到这个，我就会额外提一下，没有问的我就不会就不会特别讲了。好，所以这个镜像是用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开门跟开窗都一样，你可以参考一下。